Hello，大家好，我是蓝美。早一个星期，我表哥不是拖了一对土杂交的这个安克斯回来吗？拖回来几天就拉稀了，拖回来第二天就拉稀，现在一直不吃，又没有请兽医来看过。这个牛买的时候太瘦了。有那些毛又没有光泽度，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吃又不吃，又没精神了，你看，心里面好像好难受一样的，所以说下次去看牛的话，一定要买那个有光泽度的。有精神一点的，这个牛看起来现在买回来就亏了几千块了，人也累了，还要着急。现在瘦了好多，都是皮包骨头了。找牙宽了，牙宽没牙宽。他们在那看完了你那奶了，没面给俺头喝啊，个蛮精神的呢。嗯。哈。嗯。那你抬子拆开噻。可以，没错。可能你自己起来吧。你洗个吧，标本啊，洗洗。再摘一回，太憋回了，这山一样。这个山一没得个不跟我们讲了。又啊媳妇我自己我给呀呀啊要得给命都不够的给他们你的干活干一下来那个样子没有玩家那媳妇的西瓜就差不多了嗯玩家个大就差不多哈哎没有了他们不敢打嗯搞哪种人来搞哪种人来让你全部打火箭让我的全部的小麦堵的这路应该没事吧没事没事我台湾不是台湾了吗？我台湾没台，我有干后干是干，正常就行。你可以自采去的。可以是啥菜就摘了，因为从别啥地道去，别啥到地道不？对啊。嗯。啥菜都可以摘不？我们又不要家里有几多工资，你就省了嘞。这是台给的，家里给的。反正你这里干落了麻烦了。哼。挑样。看俺走了脚底的就对了。啊，看俺到咋地的。啊，看俺走了，还有那生命不像啊，什么大鹅了，看俺个生命这个两头养那个两头牛。这两头哈。嗯。这一对的时候，那个母牛定价是8460，那个牛仔是2600。现在这个母牛要亏4000多块钱。不吃也没办法了，现在亏是亏了，叫老表想开点了。现在我们老表说4000块钱，我们拖去把它杀掉，没办法了，叫人家来看了，人家不要。等一下叫部车子过来把它拖回去，明天赶集杀了它。